粉丝到底有多会搭话，连唱歌都要占便宜。这儿来听演唱会的吗？这儿来当捧哏的吧？没互动的时候乱互动，有了又不好好互动。小鬼想让粉丝按歌词，说自己英俊潇洒，但粉丝却明星面对粉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不要随随便便在外面喊妈。妈，也不要随便介绍妈妈。爸爸和妈妈今天也来了。所以要问问小凯，现在这过去这一年工作那么忙，其实什么鬼？什么鬼？小凯带着耳返就听不见你们喊的什么了，你们喊的婆婆我听见了。有些人占起便宜来不分性别。爸爸，第一个对了，谁在里面说 A 的？什么会占便宜？你们不会是德云社来的吧？